大盒子抱着小盒子也吃，因为大盒子觉得不吃，晓得？你让他们小盒子，小盒子干嘛也想去吃的吧？大盒子抱着小盒子，那个小盒子抱着很好。 哎呀，我没有，你才有表情的。哎呀，妈，回去吧。你们来，你们来，这儿。我摁一晃我，吵不响。着了，那我手机红了呢，发红了。 哎呀，那大哥子抱的忙，小哥子。哎呀，累的，哎呀，是啊。哎呀，我们拍一张，有一张，你好。啊，我去再报个，我也认不清。啊，我也累死。真的再到十个，我也吃不起了。哎呀，你不能忘记，我俺娘来拍，俺娘来拍，俺娘来拍。哎。嘿嘿嘿。 哦，小香姐，还在动哎！哎哎哎，我领过。那里面吃了。呀，没有。呀，找食物耶。哈哈哈哈哈！你可好玩？哎，大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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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那只，小一只，小不小？他最可爱的就是大猴子抱着那个暖壶，最小的。你那来的就摸，拿我那摔，刮着我了。王家能把葡萄摘？他都下都下死了，上一代已经那个了。那快进来。好的，好的。来。那他走了。